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uster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一般的伺服器用模组就可以有这么多的家具，可以有这么多的装饰呢？为什么我们在插件伺服器就不行呢？可是，今天你可以的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只要有这个插件，你就可以实现各种的漂亮的摆饰，不仅还有家具，还有各式各样的露营用品，制作萤火烤东西，还有像这样的武器可以用，投石机，或是。Hello， 大家好。那现在呢，我就要示范这个插件 Dice Furniture 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。首先呢，它里面有一个数据库，那个数据库里面会有记载的可以制造出来的家具。那首先呢，感谢我的朋友把他的空房子借给我用，哈哈，你看，真的是空空的。除了熔炉啊、箱子啊，还有这些东西以外，没有其他的家具。好，那我们就帮他来制造一些吧。那首先呢，我要示范怎么制造出沙发。沙发呢，其实只要两根控制杆，还有一些地毯。那这样呢，就会出现了。那这个插件里面的家具，它的。小图片全部都是像怪物蛋这样的形状。那例如说呢，这样放沙发就会出现了。那像沙发这一类的布做的物品呢，它其实可以染色，只要你把染剂点它，右键点它一下，你看就染色了，哦，多漂亮啊！那除了沙发之外，接下来就是小桌子啦。小桌子的话呢，只要一根棍子、压力板还有地板门，这样就完成了。抓！那小桌子的话呢，上面可以放任何东西，只要在上面点一下，它就能放上去了。那么接下来是大桌子了。大桌子呢，要两根骨头。不要问我是骨头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六片白色玻璃片，这样呢，大桌子就会，哒哒，就会出现了。那大桌子呢，放置的方法是主要看正对着你的这个角，然后数三格放下去。所以空间一定要够才放得下去。那一样呢，大桌子上面也可以放东西，或是染色也可以，因为它是用白色玻璃的。只要用染料在上面点一下，它就会染色了。它也可能放东西，像这样子，四角都可以放。那桌子怎么可能会没有椅子呢？那椅子的话呢，其实是有两种的，有一种是所谓的学校椅，一种是普通椅子。我先来做普通椅子吧。噔噔，两根棍子，然后噔噔，椅子就出来了。那椅子的摆放法呢，就是它会面向你，所以呢，只要在面向它的方向点一下，椅子就出来了。那椅子是可以坐的哦，滴答，就像这样，哇，舒服啊！好，就是这样子。
那如果桌子放太旁边也是没办法放椅子的，所以就放过来一点椅子，对，就是这样。那么另外一种椅子呢，就是学校椅。学校椅的做法是这样子，两个、三个压力板，然后两根木棒，很容易的，学校椅就做出来了。那学校椅做出来的样子就是这样。啊，用反了。这样子吧，好，学校椅也是可以做的，哒哒，桌子来过来一点，我们换一下，换一下位置，然后呢，椅子放这里，还有另外一个椅子。Perfect。那除了学校以外呢，有另外一种学校桌。学校桌是什么呢？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四个木棍，然后三个压力板。那么放着的话就是像这样，那一样的。它的板子，它的桌子上面可以放东西，就像这样。那么接下来是武器栏，可是呢，像武器栏还有某一些家具，它没办法用工作台做出来，所以我们必须用指令。那指令的打法呢，其实你可以参考 furniture， 你只要打下 furniture， 然后它就会提醒你有哪些指令可以用。例如说像 list 可以提醒你有哪些家具可以被叫出来。那我们接下来要叫的是，那我就直接打咯。如果要给某个玩家东西，就是 give， 然后东西的名字 weapon stand， 然后要给玩家的玩家名字数量，这样就会有了。好，我们放哪里呢？放这里。那武器栏它可以存放的东西总共有三个格子。那你可以存的东西有剑、斧头、铲子，或是像是十字镐、锄头，这样些都可以。然后就会出现在这边，很漂亮吧。那么在家里怎么可能会没有电视呢？那我们来做一个电视。首先你需要一个控制杆，杆重压力板放在下面，然后呢，一二三四五 ，TV， 然后呢，它可以放在各种平面上，像这样子，好吧，这只是个装饰而已，没有什么作用。啊、那么接下来就是筒子了。筒子呢，其实跟 Minecraft 里面也有一种筒子，可是那筒子只能装水。那像这种筒子呢，随便摆，像这里。这筒子呢，它其实是木头做的。那这筒子呢，其实是木头做的。那这个筒子呢，它可以摆任何方块状的东西，例如说石头啊，或是像。箱子它也可以摆，很多东西都可以摆进去。那么接下来是花盆，花盆要怎么做呢？两根棍子，三个砖块，花盆就完成了。那么花盆呢，它比较特别，它是这样，上面悬在上面吊着的，所以你必须要给它一个天花板。或是吊在像栅栏的底端也可以。那这个花盆呢，也可以放各种花进去，例如说像这样，只要点它就可以放花了。那么接下来就是灯笼了。那么灯笼怎么做呢？灯笼就是木棒在两边，橡木在上面，
火把在中间，黑曜石在下面，出来啦。那么灯笼比较特别，灯笼它可以放置像这样，或是在栅栏上也可以，或是在地上。对，就像是这样。哦，你看，漂亮的装饰一下就做完了。好了，各位，室内设计篇就这样完成了。那这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下一篇呢，我们要讲的是 Best Furniture 的室外篇。室外篇有很多，其实像帐篷啊，或是一些室外用品，在下一集都会呈现给各位大家。那各位如果有想看的桥段，或是其他的建议的话，都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哦。那我们再见啦，拜拜。